对，因为最近其实我助理跟我讲，叫我出门要小心。因为民进党美女议员高嘉瑜上节目谈弊案，国民党资深议员钟小平特地转头看着高嘉瑜好几秒，两人多次同台，更被爆料趁录影空档疑似上演纸条传情。有事跟你联络，那可不可以大哥大他就行。钟小平大方承认是为了市政问题才写纸条要电话，但两人同事四年多，难道没有通讯录吗？没有啊，一些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高嘉瑜就漂亮女生也很有质感，很勇敢呐、啊，小女生呐、啊，然后勇于揭发这个案子。谢谢她，但是我跟钟小平是绝无可能，也没有任何私下的邀约。政治理念也不相同，更是八竿子打不着。52岁未婚的钟小平大方称赞女生，但外形亮眼年仅34岁高嘉瑜直接打枪，这相差18岁又跨越蓝绿的暧昧可能。所以有邀他一起？还没邀，还没有。因为那天我也是上中天嘛，邱毅、沈富雄，我跟高嘉瑜嘛，跑出来，沈富雄就说你跟男朋友怎么样，叫他男朋友减肥。我才听到哦，有个男朋友胖胖的。我现在的感情都被山老鼠填满了，全部都是山老鼠。也许老友情，但美却无意。高嘉瑜直接拿山老鼠打枪钟小平，这段跨越蓝绿的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。记者郭向成、陈玉文台北采访报道。